么随随便便就让这种乱七八糟的人上车啊？我说你还真是不要脸，让你上车你就上。一会儿随便找个地方把他给我扔下去。看雨欣，真是我想红想疯了，又不是我要上车的，有病吧？你说谁有病？你以为我听不到是不是？把他给我扔下去。看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粉丝，你就是个黑粉。以晨他就是个黑粉，你快帮帮我，你快帮帮我。以晨，你听到我说话没有？你快帮帮我，他是个骗子，他是个假粉丝，你快点帮我修理他。他是我老婆。